这个249，好，249，这个大豆黄卷，就是你们平常写豆卷了，好，我们写豆卷。那这个呢，它是黑大豆做的，好，一般来说是黑大豆，好，不是它黑大头，不是那个头要改更正，好，黑大豆，好，黑豆做的，好，那味甘性平，好，我们有些字要更正，好，这时候，那它是一般推陈去腥、去积的药物，好，能够开胃，好，开胃，好，所以一般用在肠胃的地方会用的比较多，好，那经方里面张仲景没有用这个药。哦，没有用这个药，那你可以知道，可以开没有关系。但跟张仲景的药比起，张仲景用肠胃的药跟这个豆卷比起来，豆卷是小小小，哦，豆卷好像是我们煮面来吃面哈，煮卤味用豆卷吃的，哦，那个跟张仲景比起来，张仲景如果是把经方跟温病的药一拿起来，温病的药好像病人刷牙、漱口、洗脸、掏掏耳朵、漱漱眼、洗洗眼睛用，哈，这个塞塞牙缝。经方真的到身体里面去，跟完全不一样哈。还有几味药的重点。好，所以这个豆卷，你看它煮卤菜也可以哈，吃没关系。好，那行水祛湿哈，这种可以滋润的。好。